我们再看第五章关于合同的内容，那关于合同的内容，那么这部分的内容是实际上它主要考的是什么？考的是 terms，对吧？考的是 terms 合同的条款。那么这样子的话，简单的来讲，能让你想起来合同的条款与 representation term 和 representation 的区别，对吧？然后呢，terms。能有不同的分类，那 terms 有不同的分类，那么可以by statute 呀、啊，这种 implied 的和 express 的 implied 又分了三种类型，对吧？然后terms 又分 conditions、warranties，然后 innominate terms，然后这三种 terms 被违反之后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对吧？也就是说，injured party 或者无辜方。可以在被违约的这一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然后再考的一个内容就是 exclusion clause 免责条款。免责条款分了 first、second、third 第一步，对吧？看它有没有存在于免责这个合同当中。第二步，看它是不是明确的表达 contra preferential term，对吧？第三步是看那另外两个法令里面对这个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 reasonable 的，对吧？所以，基本上这一章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框架，然后你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填充内容。来看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看第一个，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tions can a party take where a term of a contract proves untrue？那就是在。如果对吧？如果能证明这个合同的条款的内容是不正确的话，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吧？合同的内容 terms 有问题，那你只能针对的是什么 terms，对吧？针对的 terms，所以你所采取的行为就是 civil breach of contract。那么 representation misrepresentation。是关于 representation，与合同没有关系，对吧？与这个合同的内容里面已经成立了，那它是违约的问题。那misrepresentation 是 misrepresentation 的问题。那 civil wrongful contract 没有这种错误的合同，对吧？合同没有错误之分啊，只是存在合同约定没有按约定履行所存在的这种违约之分。这个是实际上他想考什么？实际上还是考representation 和这个 term 的内容，对吧？所带来的后果啊，带来的后果就是这道题。Second,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regarding representations？那 representations 我们说它实际上它是一种 inducement to other, inducement of others to make a offer，对吧？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诱使对方跟签合同的这种表述，对吧？所以这种 representation 呢，只有在合同当中出现的话，它才是合同的条款，对吧？它不是合同条款的内容，只有在出现的话，它是。条款的才能被当作条款，所以呢，显然对的就是 A 了，对吧？B a representation does not induce the formation of a contract，刚好相反，对吧？刚好相反，它确实的目的是诱使或者说是说服对方来签订这么一个合同。那 C a representation is a statement made after a contract was formed。那在合同都成立之后产生的不对，它是合同成立之前的这些什么表述，对吧？所以这道题考 representation，它可以这样来考，它还可以再考成什么？考成我们怎么来判断这是一个 representation，这是一个 term，那 represent 和 term 的那几个什么？那几个区别啊？那几个区别应该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这个是考的是 representation 它的什么
定义啊，它的概念进行探讨。那么这道题显然就是 A 了，对吧？好，这是第二题。那第三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regarding implied terms is correct? Implied terms， 那么我们注意对 implied terms 的考察，对吧？它通常情况下，对吧？通常情况下可以 implied by statutes， 也可以 implied by courts， 对吧？也可以 implied by custom， 那 custom， 这是三种。通常他在考试的时候说，下面哪些可以产生这种 implied terms， 然后 by custom by court by statute 再给你虚拟一个 by 什么什么，就考这三个。那这个地方他是考什么，你看 terms may be implied into a contract by statute， 没问题，它是可以，对吧？ by statute 可以的啊，那这句话应该是正确的，对吧？ B the courtsDo not interfere in contracts by implying terms。 那不是，因为 the court 它确实可以 imply， 对吧？刚好跟这个是相反的，你不能说 does not， 实际上是什么，真正是它确实可以，对吧？它确实可以 imply 的，因为 by court 嘛。那三 terms implied into contracts by custom may not beoverridden by express terms of the to the contrary。 这意思就是，如果我可以推断出来的，可以推论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办法被合同当中明示的东西所推翻。那当然了，对吧？当然可以推翻了。为什么？因为我在合同当中如果明确的说了，约定了这个东西的话，你即使按正就是你 imply 的那个东西跟我明确约定的冲突，你说法院会你应该接受哪一个呢？当然是明示的，对吧？因为有一点，法院轻易是不愿意干涉订立合同的时候，这种存在这种意思自知，对吧？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一方滥用了他自己的什么缔约的时候的这种bargaining strength 呀、等等这些问题，对吧？法院通常情况他是不愿意干涉的。那么人家已经在合同当中明确的都约定了这个内容，我们还为什么要去 imply 呢？不需要 imply 了，对吧？人家已经都约定了。所以 C 啊，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只能选什么？选 A。 所以他这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考察这个 imply， 简单的一种考察方式就是什么？就是terms 可以被 implied， 怎么样 implied？ by custom， by 这个statute 呀、by court 本身呀、等等，对吧？这是一种常见的一种考法，这个还把它做的比较复杂了一些啊，复杂了一些，但是不影响，对吧？不影响，这个我们也能做对，这个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反正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嘛。这是第三个问题啊，所以你看选的是 A。 那第四个 In relation to contract law 啊 In relation to contrac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scribes a warranty 啊，关于 warranty， 那么这个提醒我们了，对吧？这个提醒我们就是除了这个 express term和 implied term 的这种对 term 的划分，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对 term 的划分是什么？是 warranty， 还有什么 condition， 还有 innominate terms， 对吧？ innominate 三种 terms， 那这三种 term 的划分主要是依据违反了任何一种 terms 最后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也就是另外一方能够 innocent party 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吧？那这个大家注意 warranty 呢无外乎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是一个 minor term， 对吧？
是合同条款当中的次要条款。那么违反了次要条款的话，被违约的一方不能要求终止合同，只能要求索赔。那么这对 warrant 就这样已经明确说完了。他考的他就只能考这个。那我们来看选项 A。Warrant 是一个 term vital to the contract。一看 vital 直接把这个题目就直接给它划掉了，对吧？就直接把这个选项划掉了。因为 vital term 显然指的是 conditions 嘛，对吧？condition，你看，关于 condition 的描述，因为我们问的是问 warranty，你 A 是对 condition 的描述，condition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vital term that if breached entitles the injured party to treat the contract as discharged 的，对吧？这是关于这个这个 condition 被违反之后的选择。B a term subsidiary to the main purpose，哎，这个还有点细，对吧？subsidiary to the main purpose of a contract that if breached。Entitles the injured party to claim damage，可以要求索赔，对吧？可以要求索赔，哎，没问题啊，这个应该是关于 warranty 的说法，对吧？哎，C 呢？A term that is not expressly stated by the party，没有明确的表达的，难道可以 imply 的出来的？那与这个 warranty 没有关系，对吧？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题应该选的是 B 了，对吧？选的 B 了，所以 A 是对。condition，所以你看他的考无外乎就是考他是次要的或者warrant condition 是主要的，然后次要的和主要的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只有这种考法，或者说在考这三种情形的时候，说下面哪三种是合同的内容，对吧？合同的内容。Warranty condition in non-term，再给你加上一个什么 implied term，一看 A、B、C 三个选项是一列，那是一个类型，D 不对，对吧？这样子，这是对于 warranty 的一个考察。那当然，怎么 warranty 在这个地方如果换成 condition，那我们就选什么？选 A 了，对吧？答案就变成 A 了啊。这是第四个问题。那第五个问题。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oncerning the Consumer Rights Act 2015 is correct？啊，那这个 Consumer Rights Act 2015，它主要针对的是那个免责条款里面，对吧？免责条款里面我们要讲这个，如果对消费者。的合同里面所说的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它是无效的。那么其他的是看有没有合理性。那么合理性的判断，在这个2015年的消费者权利法案里面来是看，就是合同双方约定的时候会不会 fair，对吧？这个条款 unfair 呢，还是 fair 等等这样子。所以他要考的话，你看他是在考这个。The Act applies to consumer contracts, but not to consumer notices. 那么这种情形呢，在通告上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吧？Consumer notice 也可以，因为这个里面呢是说了，只要有一方是 consumer 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它对 business 呢，一般不保护啊，一般不保护，但是。Business are not protected by the act。再规定是要求是 all terms in a consumer contract should be set out in plain intelligible language，对吧？它是需要这样子明确的这种表达的，它是 Consumer Act 一个要求，对吧？一个要求，它是可以针对 notice 的。它呢，business 呢？这个 not 不对的原因，那 not 不对的原因是，虽然我们讲这个是 B to C，对吧？这个针对的是 B to C，而那另外1977的这个 UTCA
是 B2B 对吧？B2B，但是那个 B2B 里面的有例外呢，一个就是比如保险合同对吧？保险合同是放在这里的对吧？放在这里，这个法案呢，它同时也适用于 business，只是一个对吧？只是一个 business 的那个保险合同的那个地方，是可以受保护的，所以它不单纯的说 business 完全在这里面不保护，对吧？因为你其实你任何一个权利，你主要虽然冲着这个消费者去的，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偏向这个消费者，对吧？我们还要其实保护任何一方的权利都是有正当的来保护的。所以像这个 Consumer Rights 2015，它这个地方考的就是我主要是保护的是consumer，但保护 consumer 的时候，不但保护 consumer 的这个contracts，而且也保护这个notice，那 consumer notice，当然也保护这个什么 business，那 business，我们在这个法案当中要求大家在签订这个合同，尤其是这种免责条款的时候，都要用这种字面的，对吧？是非常清楚可以理解的这种语言啊，这个是2015法哦，我建议是把这一道题特别注意一下，对吧？特别注意一下，大家知道，看，像这是2015消费者权利法案，对吧？2015消费者权利法案它通过的，一般在实施当中都是在1年以后才实施，那也就是在2016年以后才实施。那实施的开始的，你还得个半年左右的时间才开始考呀，对吧？都到2017年。左右了，对吧？2017、18这个过程当中，这个 Consumer Rights Act 就到了它考试的这个频率出现最多的这个时候了。因为任何时候出现新的东西，它都在随后的2年才会有一个什么考得比较普遍。所以从18年的时候，刚好应该是考察这个问题比较多的时候了，所以特别要注意这个2015 Consumer Rights Act 法案它所规定的内容。那么这道题就要特别要什么要注意。另外呢是2015这个权利法案，当时我们也刚才也说了，对吧？这个消费者权利法案它主要针对的是考 B，只要有一方是这个 consumer，对吧？consumer 就 B2C 的这种情形。另外呢，它强调的这个，它是出现在免责条款那个地方的，对吧？那么免责条款不能够免责对人造成伤害或者死亡的这种免责，也不能造成对消费者的极度的这种不公平，对吧？unfair 也不行，否则它这个免责条款是not reasonable，对吧？不合理的，没有 reasonableness 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它有一个 plain language。清楚的字面的这种意思，5.6，in relation to exclusion clause 啊，或者叫 exemption，有些时候他用 exemption，一换 exemption，大家有时候还就不知道了，对吧？免责条款，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scribes the contra preferentum rule？这个是他常用的考法，也就只有这一个，对吧？也就考这个 contra preferentum rule 的话。它基本上也就这一种考法，考什么呢？就考它的定义是什么，对吧？Contra preferentum rule 就是免责条款是否有效的第二步，看是不是在合同当中，这个明确的把它表达出来了。如果合同当中不是明确的说的话，那么法官在解释这个免责条款的时候，就要使用这一个反偏向原则。那反偏向原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谁在这个合同当中不依赖于这个免责条款，那我就什么偏向谁。所以通常它偏向的是什么？消费者，因为商家往往免责自己了嘛，对吧？所以它通常偏向的是消费者。那这样的话，你来再做题就比较明确了。那 A，exclusion clauses are valid unless unreasonable，对吧？一般情形下，免责条款，对吧？也是，除非它不合理，
看起来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免责条款这个地方我们讲了三步，第一步第二步的要在里面呢，对吧？所以免责条款如果是不合理的话它就无效，对吧？所以第一句 A 他想表达这个意思，那就是我们对比一下，那还要对比一下有没有比它更合理的这种说法。一般情形看起来似乎 A 是可以的。那 B, any ambiguity in exclusion clause are interpreted against the person seeking to rely on it, 刚好相反，这个才是真正对这个 contra preferentum 的解释的时候一个反面解释，实际上是看什么are interpreted against the person who not seeking to rely on that, 对吧？这个我看an ambiguity in exclusion are interpreted against the person seeking to rely on that,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谁要依赖于这个，对吧？谁要依赖于这个我就反着你那个偏向另外一个人，对吧？偏向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这个地方就是语言用了一个 against 的意思，我反对啊，反对那个寻求依赖于这个是对 comfort preferentum 的一个什么完整的解释。A 这句话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跟 contra preferential term 呢没有关系，对吧？它是下面第三步的，这个是第二步的问题。C, exclusion clause must be valid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tract. 这个 C 这句话也是对的，跟contra preferentum rule 没有关系。但实际上 ,ABC 的选项呢是个什么 ?ABC 的选项是把 in relation to exclusion clause, 那关于免责条款是不是有效的三个步骤全放来了，对吧 ?ABC, 这三个步骤，那 ABC 这个三个步骤全部放在这个地方了。但是他考的是第二个，他明确的说哪一个的意思是 contra preferentum rule, 对吧？所以就是说你看起来这两句话都对，但是这两句话跟这个题目不相关，所以我们也不能选，对吧？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当我们做练习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其实知道这个其实它是表述的是真正当我们在考察 exclusion clause rule 的时候，那么这三个就是它的基本的原则。第一，先看有没有 incorporated 的；第二，根据反偏向原则来解释；第三，对吧？第三，根据法律来看它是不是什么 reasonable 的。那这是一个完整的 exclusion clause 的三个步骤。当然，第二个步骤如果人家明显的表达了的话，那就不一定再看了，对吧？不一定再看，直接就迈入第三个了啊。所以这道题应该选 B, 对吧？对，这是对于 preferentum rule 的一个理解。那第七个 ,in relation to exclusion claus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scribes the main purpose rule? the main purpose,就是免责条款的主要目的，那主要的目的 A, the purpose of an exclusion clause is not to preven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ontract. 那合同约定的主要的内容，对吧，是要干什么？这个免责条款，免责条款实际上往往是跟这个什么内容是相有一些什么相违背的一个情形，对吧？相违背的一个情形。那么 ,the main purpose of an exclusion is to help a weaker party, avoid unfair contract obligat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an exclusion clause is to give business efficacy to a contract.对吧？所以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 exclusion clause 来进行什么呢？来进行就是体现整个合同的主要的这个内容的履行。但在这个里面呢，对吧？它作为一个附加的一个内容，那附加的一个内容，
它来保证这个合同的运行，增加其实它是比如说约定唱歌或者约定买给你一个东西，整个合同的主要的内容就卖给你这个东西，但是我把这个里面的部分的这个内容给它给排除掉，对吧？排除掉，所以它并不妨碍你这个合同的 main purpose，对吧？并不妨碍你合同的 main purpose，其实它也反映了另外的一个什么 purpose，那反映的是它另外的个这个 purpose。所以它也不起到什么 help 的作用呀，对吧？也不起到这个能够使合同更加具有效率呀等等，它不起这个作用。比如说，大家都是关于什么？都是关于这个合同的履行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 bargain，对吧？哦，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这个合同呢，它有它主要的约定的内容，对吧？但是某一方的利益也能体现在这里面，对吧？实际上是对它的一个补充。那不能因为这个 exclusion clause，它就什么，它就能够防止整个合同的主要的目标的履行。那不是这样，这个到我们以前都还没有专门提到过这个的 main purpose rule，对吧？就是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那合同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免责条款只是合同的什么一个内容而已，对吧？它并不能起到对合同主要内容履行的阻止。那么5.8，At which point in a contract arrangement is a representation made？那么 representation 呢，通常那个时间点呢，都是在什么合同成立之前的东西，对吧？那么你看，When the offeree submits their acceptance to the offerer，那 offeree 提交了他的 exception to the offerer 的时候，这个合同这个时候已经就表示什么？正常情况应该是成立。当然，如果你讨论这个是不是要到达对方等等，那是另外的，对吧？B during pre-contract negotiation，所以它基本上 representation 是在这个合同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对吧？那么Where the offerer submits their offer to the offeree，提供一个 offer，这个不一定，对吧？Once both parties have provided consideration under their agreement，对吧？这个光提供对价片面的也并不一定能够产生合同啊，对吧？所以A、C、D 这三个方面呢，都暗含着一个目标指向的，就是合同的成立，对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从时间点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 representation 出现的是什么？合同成立之前的这个过程，对吧？但是 A、C、D 都分别想指向一个合同成立之后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不选，对吧？所以选 B。所以这样实际上就是 pre-contract，那 pre-contract，这是更能体现representation 的情形啊，这是第八道题。那第九道题，How are express term incorporated in a contract？那这个合同的条款，我们怎么来证明它是存在一个是 incorporated into，对吧？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 incorporation？实际上，在判断 incorporation 的时候，我们当时选，首先第一个先看有没有signature，对吧？有没有签字？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当时在讲 notice，对吧？这个 notice 算不算合同当中的内容？是看这个 notice 出现的早晚了嘛，对吧？还有再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这个continuous dealing，那 trade dealings 持续的 dealing，对吧？那如果你有一个持续的这种交易，那也可以认为，对吧？也可以认为，当然都有例外了，对吧？都有例外，这通常是来判断是不是在合同内容里面的，对吧？因为它讲的是 express term。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说 A by a decision of the courts，那么法庭在推断它的话，那因为那是 implied term，这个是一个 express term，对吧？还有By a statute law 呢，它也是 implied 的。那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那通常情况是the party themselves，对吧？你看，就是双方约定的这个 express。那 D 是什么？By what a customer in the particular trade？那么这个实际上讲的是 custom。那 custom，所以这个实际上这道题考的还没有像我们说的这些这么复杂，它考的是简单的考的什么 term 的 express term 和 implied term 的区别，因为 A、B 和 D 就是 implied term 怎么来的，对吧？这个 implied term 怎么来的是这一个的问题，对吧？是这一个的问题，在 A、B 这种情形啊，所以这道题只能选 C 了，对吧？Implied 和 express terms，这是第九道题。好，我们看第十个问题。Which two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regarding contractual terms are correct？那关于 terms 里面的表述，对吧？你看一。The principal A the principal 那一二三四那是多余的对吧 ？Two， the principal freedom of contract states that parties may include in their contract any terms that they fit。这个从合同的这个意思自治的角度来讲，对吧？除了违法的，对吧？当然呢，违法的那合同是不能够 enforceable 的，但是从合同本身成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都是按双方的意愿放在里面，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似乎像这个题目的考察，应该不是我们对这个内容学习的一个考察。但是它是合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意思，意思自治的一个意思啊，倒是可以，对吧？可以，就是合同一般是按意思自治来办。比如说大家知道，在免责条款，当时我们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嘛，例子就是那个。消防员对吧？消防员免责了，说假如是我们消防员造成你这个电影胶片厂的这个着火，我们不承担责任，而且这个商家也同意了，对吧？商家也同意了，然后这个合同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我请你来是灭火的，你来变成放火了，还没责任了，对吧？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合同怎么可能呢？但是在最初判决的时候，法官就是说，这是你们意思自由，对吧？我不愿意多干涉，对吧？因为只要你在这里面没存在一个强迫另外一个等等情况，这种法院一般都不会去干涉的，对吧？只要没有这种滥用的这个bargaining power 的话，bargaining strength 的话，对吧？都是可以的，所以。从意思自治的角度来讲，法官更倾向于自持，支持就是你们愿意怎么样，对吧？周瑜打黄盖嘛，对吧？你俩愿意，我 OK，别人没话可说，对吧？他可能从合同的意思自治本身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to be valid a contract must be complete， in its terms， 就是to be valid a contract must be complete in its terms， 就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合同的内容，对吧？合同的内容的这个条款，对吧？合同的条款它必须是完整的一个条款，对吧？完整的一个条款。那么这种对吧？这种对。那么第三个 ，third parties may not determine an essential term of the contract。第三方，对吧？第三方determine the essential terms of contract， 他这个想要强调一个什么意思，对吧？想要强调一个什么意思，就是第三方，通常合同主要是双方，那第三方你也不应该，对吧？也不应该干涉在内，但是有时候，对吧？有时候能够反映第三方的意志，那说不来，对吧？第四 ,where term is classified as a condition, the only remedy And to an injured party, it is breach to claim damage. 当然，这个是明确的，是错误的，对吧？明显是不对的。那所以你把四排除成一和二或者二和三，因为就一二三这三种情形，那这三种情形，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一，它确实是有 freedom 的，对吧？它确实是有 freedom 的。那么三，
third party may not determine an essential term of the contract. 实际上从合同的相对性来讲不能表现第三个，对吧？但是现实当中实际上很多很多时候呢，你比如 AB 两个人签合同，其实 A 呢是完全是按第三方的意思来办，但是在合同当中当然体现不出来了，对吧？体现不出来。所以实际上从这个合同的相对性的这种程度来判断，对吧？来判断这个第一讲合同的意识自由，第二就是合同的这个 term 必须完整，对吧？这样子的话比较更符合一点。当然三呢就是 may not determine， 那一般情况下就是它因为它所包含的意思比较多嘛，对吧？相对于这些来讲的一和二可能更具体一些，更符合这个地方的要求。所以像这道题呢，其实它也是超过了我们这个大纲里面对这个的什么这要求。所以但是它的四，对吧？它的四是明确的是对 condition， 所以我觉得像不会出这么难的题啊，真正应该不会有这么难的这种。还涉及到了这个意思自治的这种说法，因为毕竟它不是我们大纲的一个所要表达的内容，但它是属于合同法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所以这道题如果我们要理解这道题的话，就是说它是对 term 的一个考察，你只要知道四就行了，对吧？只要知道四前面的了解一下就知道，对吧？了解一下就行。有些时候，对吧？合同的条款那必须是完整的，也就是说，因为你的 terms 必须是清楚的，这个也可以理解。那么第十一个an innominate term， innominate term is one that could either be classified as condition or warranty， 对吧？是可以的。那么怎么情况下来把它当成一个 condition 来处理，或者一个 warranty 来处理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要看这个这个合同的这个整体的利益，对吧？那 substantially the whole interest of the contract 来判断，那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那 how is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 innominate term as a condition or warranty determined？ 那是要什么？根据法庭，对吧？由法庭来判断的，法庭根据的也是 substantially the interest of the whole， 对吧？这个也是由法庭来判断，法庭觉得这个根据整体利益来判断可以当成 condition 的，就按 condition， 可以当成 warranty， warranty。 所以这种考试方法还比较奇怪，通常我们还都不说是法庭，而反而考的是这个 substantially the interest of the whole 来考这个。第十二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oncerning exclusion clause are correct？ 那也是关于这个免责条款的啊，关于免责条款。我们看exclusion clause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a contract after the contract is formed。 那 after formed 肯定不行，因为那个 notice 已经都告诉我们了，它必须是 contract formed 之前，对吧？ Exclusion clause are interpreted by the courts strictly， 这个没问题。对法官通常对这个免责条款的解释是非常严格的，那这个应该是没问题。Exclusion clause are not regulated by statute， 当然第三步就是 regulated by statute 了，所以这不是 not。 第四， exclusion clausesmay not exclude liability for negligence， 它就是来干什么呢？就是 exclusion clause 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它就是为了什么？ exclude 它自己因为过失所带来的什么？带来的这个损失呢？责任呢？所以刚好相反。那么这道题应该就是 interpreted by the courts strictly， 这是这道题。OK,B。第十三道which of the following exclusion clause is void under the unfair contract terms act 1997， 对吧？那么
UCTA 977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个 B2B 的，对吧？主要针对 B2B。那么在这里面呢，它我们当时在里面有一些细节性，对吧？像 A clause that excludes the condition 啊，that the seller has a right to sell the good， 这个是明确的，在任何时候的话，这个 seller 都有权利来销售这个商品，对吧？如果你把这个条件、这种情形给 exclude， 这个是不允许的，对吧？因为我们是要保护 business 的，那要保护 business 的，那 seller 呢，他是什么？他当然有权什么销售他自己的商品。当然这个主要强调这个是出现在这种分期付款的时候，对吧 ？Higher purchase 的这个时候，对吧？你不给我钱，当然我就可以不给你把商品。扣押不给你，对吧？因为你不给我钱嘛。那么这种分期付款的形式，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对吧？就是这种情形，对吧？这种情形是不能够 exclude 的，对吧 ？OK， 那么 B 和 C 和 D 呢是怎么回事呢 ？A clause that excludes liability for loss of profits due to negligence。那么在这里面呢 ,1977 年的这个法案里面对于这个 clause 的免责条款主要是针对 business to business 之间的对吧 ,business to business 之间的。所以它的免责条款也不能够是吧也不能够 exclude 这种 liability, 那这种 liability 主要是商家和这个消费者之间的这种 liability, 那。那么 C, a clause 是这个 a clause that excludes liability for loss of profit due to negligence 啊，对这个因为它这个题目考的是 void 是无效的，那么像这个是有效的，对吧？我们可以免责这个 liability， 对，给另外一个 business 所带来的伤害，对吧？带来的这个利润的损失，这是可以的，对吧？因为题目是关于 void 的问题。对吧？是无效的，那这个是有效的。C, a clause that excludes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这个也是可以。为什么？就是我在合同当中跟你约定了这个，但是假如我完成不了的话，我不承担责任，这个你同意也可以，对吧？这个违约的责任也可以免除，说我给你提供这个商品质量有瑕疵，实际上是我违约的，那么。我免除我这部分的责任，那也可以。D, any exclusion clause in a contract of insurance。那么1977 unfair contract terms 就不适用于什么1977，对吧？1977的这个 insurance contract 根本就不在这个包含之内，所以也就不存在有效无效的问题，对吧？它根本就不包含在。1977就不能针对这个 insurance contract， 所以他无法来判断，根据1977无法来判断这个到底这个免责条款是不是什么有效无效，对吧？当然 B 和 C 啊等等，这里面如果把它看成 B 和 C 看成是针对消费者的话，他确实也无法来用1977来判断嘛，对吧？来判断因为1977主要针对的是 B2B， 那 B2B 的问题，所以 B 和 C 都可以延伸到 B2B， 也可以延伸到 B2C。当然，如果我们把 B 和 C 按 consumer 的角度来理解，所以这个1977不能适用，那也就没有办法判断它是 void 或者怎么样。只有 A 里面明确的是在1977里面说明的这种情形下。是无效的啊！那对知识的储备的要求就是，你得看一下1977所列的下面这些情形是 void 的，那里面有规定了几种情形，包括 A。那么第14个，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oncerning the Consumer Rights Act 2015 is correct? 2015。所以这个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打过预防针，就说这2015年这个法案呢，现在会。比较什么比较考的比较普遍，当时那个考的是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它考什么呢 ?A, the act only applie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 contracts,
这个是它的适用范围，没问题，对吧？它的适用范围就是2015只适用于 B2B、B2C 了，对吧？那 B the Act only applies to terms that have been individually negotiated， 这个那反正只要是 B2C， 不管他们是怎么因为 individually negotiated 的，这个实际上是把什么排除了，对吧？把这个排除了，standard contracts， 对吧？因为 standard contract 你是没有办法什么跟人家来 individual 来negotiate， 所以实际上这个B2C 的问题，对吧 ？B2C 的问题大多数涉及的是这个 standard contract， 所以这些合同都不是什么，都不是 individually negotiate， 所以 only 这个是不对的了，对吧？不对的，这是 standard contract 居多，就2015公这个消费者权利法案针对 standard contract 居多。那第三 C， the act requires particularly onerous terms to be equally visible as other terms， 那倒没有，对吧？那倒没有，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些条款，对吧？它不是 equally 要求，如果这个地方，对吧？如果你是免责的，对吧？如果你是免责的，比如说免责条款的话，那么对这个标准合同里面实际上是把这个 onerous term 实际上就指的是免责条款，你必须是 highlighted， 对吧？我们现在要求你不仅要 highlighted， 而且全部都是要这个大写的，对吧？有些时候是斜体大写，然后再加重，那加重这种，所以它不是 equally visible 的，那它是要更清楚的表现出来的。D， the act only applies to contract that have been verbally agreed， 当然verbally agreed 口头约定的合同适用以外，连那个什么也适用啊，对吧？连这个书面的当然也是，你像 standard 的标准合同和格式合同啊，对吧？它基本上都是书面的，所以这里面关于这个2015消费者权利法案是 A， 那是 A，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第1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concerning the unfair contract terms 1977 is correct， 这是一个B2B 的问题，对吧？ A， the act only applies to business to business contracts， 没问题， B2B， 对吧？ B2B， 所以应该是这个啊。那我们看下面的规定， B， the act does not apply to terms that have been individually negotiated， 反刚好相反，所以这个15题和刚才我们讲的14题就完全是对应的，这仿照着来写的，还刚好适合我们来复习这两个法案，对吧？刚好适合我们来研究这两个法案。就说因为它针对的是 B2B， 对吧？ B2B， 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是什么 individually negotiated。 C， the act applies to contracts regarding a transfer of an interest in land， 那么关于土地转让，对吧？关于这个保险合同是不适用于1977消费者这个消费者这个1977不公平合同条款法案的。那么 D， the act automatically voids all clauses that restrict liability for loss or damage due to negligence， 那不是，他这个这个 automatically void 的话，这个条款里面所规定的 automatically void 呢，只是什么对这个个人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是自动无效的，其他都不是自动无效的，其他的要看是不是 reasonable 的，对吧？如果这个是 unreasonable 的话，这个免责条款才无效，对吧？它针对的只是免责条款，不针对其他的内容。这是第15个，那这是关于这个合同当中，对吧？合同当中的内容啊，内容。那么关于 terms， 我们实际上也说了，对吧？那关于 terms 呢，
实际上呢，条款对吧？就是你第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什么叫 term 的是吧？那 term 的内容，那 term 的内容里面要注意这个 representation 对吧？然后这个一种表达就是 express， 那 express 和 implied， 那我就不全部 imply 不全部写了对吧 ？imply 下面主要就是三个对吧？三个，这个是考察的重点。当然，这刚才我们所讲的练习题里面有一个内容没有考，在将来会出现，那或者在我们前面讲基础课程内容的时候，在那个原题里面也就出现了，就是我们怎么来把 term 和 representation 给它区分开来，有这个看就是专家所说的对吧，然后在时间然后所画的重要性对吧，然后这个special knowledge 等等，这些你要把这个基础班那个内容里面把那几个要注意一下，这是分 term 和 representation。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在这些练习题里面没有，只是说它俩定义上的区别，没有把那个区别的那几个要素拿出来区别，所以要看一下像这个已经考过了，这个练习题里面也都有了 express 和 implied。那么这另外这三种根据最终的结果对吧 ？conditions。Warrant in nominate terms 这个有了，那这个基本上比较详细，那 condition 能采取什么措施， warranty 能什么措施，什么叫 in nominate terms 对吧，才能产生的。在这里面呢，额外的一个就是 exclusion clause。 那今天我们这个练习题好一点的就是它把第一步它是 incorporation 有了，第二步就是反偏向的这种解释，那解释第三个就是这个看它的这个法条对吧，法条，所以它好处就是它把法条这个地方具体的阐述一下，能帮助我们来理解，那我们就这个是 incorporated 对吧，这个 interpretation， 然后这个 statute 这个完整的，那这部分就有了啊，所以基本上要注意这个地方它没有出现在在基本上其他的内容都考察到了，那这是这一部分的练习。